得在神面前尽忠多少年，不曾发过怨言，不曾有过埋怨的心，就是月薄也不及他。而且历代圣徒都远远落后于他，他不仅追求人是神，而且是在撒旦实行诡计之时来认识神，这样就是他多少年的侍奉都是合神心意的，因而不曾被撒旦利用。他吸取约伯的信心，约伯的信心，但看清了他的短处，看清了他的短处，约伯信心虽大，但在灵界的事他缺乏认识，他缺乏认识，所以说出了许多不合实际的话，说明他的认识仍然是肤浅，仍然是不能达到完美，仍然是不能达到完美，所以彼得一直注重末临中感觉，一直注重观察灵界动态，所以不仅神的心意他能略有体察，而且撒旦的诡计他也略知一二，从而是历代以来对神最有认识的人。